承办了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的首届的考级，就中国音乐的器乐考级考试，那么会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有关考级的内容。这么说，详细介绍是考级的内容好不好？对，主要是介绍一下民管协会在中国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机构？那么考级呢，在多伦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的这些喜欢中国乐器的学生，他们学习中乐，会带来个什么样的促进的一个作用？考级的范围那个资格是认证怎么样？认证是这样子，我们这个认证主要是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认证的，级别是从一级到十级，也有分有优秀啦、良好啦、及格跟不及格。那么最终是要我们通过录像资料送到中国去，民管协会会再进一次认证，然后才发给学生考级合格证书。所以这里先有一个初评，然后通过录像，在中国才有一个。对，我们还会从中国专门请中国的民管协会派的专家过来考试，跟当地的他们认证老师一块考试，那么会录下所有的资料，他们认为有疑问地方都可以查所有的那些 video， 这个 video， 那么再去审核一次。OK， 那么参加认证的费用多少？最就从60到十级是230块钱。那么这个价格是我们跟中方经过协商以后，根据多伦多的整个生活的水平状况，最后定下的这个考级的这个费用。这个考级的费用时间有没有限定在哪个月份，还是常年都可以做的？我们每年只有一次。报名就是从今天记者会结束，明天开始，一直到考试前的半个月都可以报名。什么时候考试？8月1号跟2号。Okay。那么说中国民族学院会有专业导师到来，包括什么人？是这样，我们现在初定的是跟中国民管协会上，他们会派，就是主要是一个是弦乐的，还有就是弹拨乐的老师，跟当地的老师同时进行学生的监考，这样子就是说，因为当地老师对当地的学生学习情况比较清楚，那么可以相对介绍一下学生的学习状况，那么中国老师因为他们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综合因素来评定学生的考试情况，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跟中国商量认为比较合理的，因为中国老师不一定说对多伦多学习中乐的学生的情况那么的了解，毕竟我们是在海外，那么本地的老师呢可以给我们介绍说我们这些情况是怎么样子，相对学生来说主要是在于提高学生，给学生提高他们的兴趣，在短时间里面有个学生一个飞跃。或者讲讲我哋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是中国一个官方的专业的音乐中乐的纯中乐的音乐机构。中国民管会协会属下的会员是全部来自中国各地的职业的演奏家，各个团体的演奏家和那个各个音乐院校的职业的专业的中乐导师。咁呢個專業團體咧喺中國屬下嘅，每年參與佢呢個中這個考級嘅人數將近1000萬嘅，這個中國協會係比較權威性嘅。佢哋中國人淨係得佢係發做到認證，定係有其他學院嘅？仲有。中國參加認證的中樂機構有三種，一種就是以中央民管會，這個叫民族管弦樂協會最權威，第二個就是各個地區、各個省市的音樂家協會的考級，還有各個地方的音樂學院校的考級，即是三種，比如上海音樂學院的中樂考級，還有中央音樂學院的音樂考級，還有廣州音樂學院的考級，同埋廣東省音樂家協會嘅考級，中國民族管弦樂協會呢個就係
統籌呢、這個誒三種機構考核。喺向去海外學中學咧，一般就跟老師學啦。咁你覺得呢個認證幾重要咧？我覺得依個認證嚟講咧，就係、是、而家海外嚟講咧，就而家有喺海外有啲地方咧，就個教育局嘅，特別中小學生去學咧，教育局承認嘅咧，只係温哥華承認嘅而家啫。多倫多啊，或者北美洲嗰、那個咩啊紐約啊，各方面都未承認嘅。就咁，但係我哋當為海外華人。佢學咗呢個弱樂器，佢知自己有一個留念，有一個紀念，考察佢自己嘅學嘅個程序，個過程，都一個好大嘅，好多人都有呢個興趣去考嘅。對於將來轉職業會唔會有幫助咧？其實，而家級別比較高啲，而家八有啲而家啲古箏有啲七級八級都出嚟做老師啦。已經多倫多有我知道，即係類似好似鋼琴咁，你考到幾級再做呢個？鋼琴嗰啲考到起碼要十級嘅。即係嗰個概念同埋嗰個係。係。一中學嚟講咧，八級以上可以做得老師嘅，可以。咁你本身係咪中管院嘅嗰個認證嘅呢啲？我哋呢個係。你自己本身係。係。就主要是教古箏學生為主啦，咁就有一啲洋琴學生，咁其實啲學生咧喺呢度咧大部分咧都係成年人嘅為大多數，即係佔咗好大一個部分啦。咁然後小朋友而家一路多咗，即係我諗係即係嗰種狀況係有啲似我以前喺中國嗰時候教學生咁樣。好像我初時我啱啱未畢業嘅，即係未畢業就係畢業時開始教學生。咁嗰時候佢哋咧就係好多學生係同我差唔多年紀，或者比我大少少。小朋友嘅會好少好少數，一路路越來 越教得年份越多嘅時候咧，就發覺啲學生一路路就開始小朋友比我細嘅就多咗啦。啊，咁呢度我覺得喺多倫多咧，有啲好似我以前喺中國咁嘅一種現象嚇。佢哋就係會，我初時教嘅學生係好多係比較年紀大，並例如佢哋話已經退咗休啦，或者係細路仔已經好大個啦，然後佢哋係即係作開始要出嚟要去做翻自己以前好想做嘅嘢啦，或者係佢中意咗好耐㗎啦，以前冇時間學，或者唔知喺邊度有得學啊，咁所以呢一部分學生佔好大部分，咁而小朋友咧都會有啲，但係唔多，咁而家一路路因為中國國內嘅移民咧就越來越多啦。咁佢哋好多時佢哋嘅小朋友，佢哋即係都會係個家長都好想佢哋學一樣中國嘅樂器，或者係唔一定中國樂器，或者其他嘅樂器。咁所以咧，而家嗰啲小朋友咧一路路睇住係多咗啦。咁所以就而佢哋嘅背景我頭先講嘅成年人咧，但大部分都係喺香港嚟嘅。咁而係小朋友嘅部分咧，就而家嘅細個嗰啲小朋友咧，係大多數係大陸過嚟嘅。咁就都有一啲會喺平例要香港出世啊，然後嚟到呢度喺度大嘅，亦都有土生土長喺度出世唔識講中文嘅學生跟我嘅嚇，咁佢哋嘅背景就基本上係咁樣樣啦。咁、okay. 喺中國學，中國係中國文化嘅一部分啦，係咪？咁你喺譬如中國嚟講，個整個環境都係中國文化嘅方面。咁喺北美咁去學中學，咁啲學生。缺少咗嗰個中國文化嘅環境，又冇咁多嘅氛圍，係啦，咁所以咧就其實有一部分嘅學生，即係我頭先講嘅，即係比較上咗年紀嘅學生咧，佢哋因為唔係喺加拿大長大啦，咁所以佢哋多多少少，就算佢喺香港長大，佢都會對中國嘅文化有一定嘅了解啦，對中國我會可能之前已經係好中意，都可能會成日去欣賞啊，睇音樂會啊，或者係即係 Lisa 即係聽啲 CD 啊，或者咁樣樣啦。咁對於比後生少少，甚至喺度出世嘅小朋友咧，就算佢係喺有啲喺中國出世，但過嚟嗰時仲係好細個，咁佢對中國好多嘢其實係唔係咁了解嘅，歷史啦、音樂各方面都唔係咁了解，咁所以對住針對呢一班學生咧，我通常我就係會講多啲，平例如呢一隻嗱，譬如我教呢一隻樂曲，咁佢呢個樂曲係講乜嘢嘅啊？咁就好簡單，譬如蘇姆牧羊，咁有啲人可能知道蘇姆呢個名，但係佢唔知佢發生咩故事，甚至有啲人根本唔知蘇姆係乜一個乜嘢人。咁譬如我就會將呢一個歷史故事話俾佢聽啦，而當時佢呢一隻曲表現蘇姆嘅一種係乜嘢嘅情緒，咩嘅一個背景之下去發生，即係去作呢一隻曲。咁所以你要明白呢隻曲係佢一種咩情心情嘅一個表現。咁
譬如有一些歌是純粹一個故事的，例如一隻歌叫《上樓》，咁有啲人好奇怪，點解只歌咁得意個名叫《上樓》嘅？咁上樓都好講嘅咁嚇。咁其實佢係《西廂記》入面嘅其中一個情節。咁《西廂記》可能真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尤其年輕一代嘅人，細路仔都未知道。我諗可能喺中國都未必知道。咁所以呢啲咁我就會將成個故仔講俾佢聽啦，然後又講俾佢聽呢一個情節，咁佢先會明白我呢隻歌到底要表現一種係咩種一個背景，咩一種一個即係想表現一種咩嘢嘅一種情緒嚟嘅，例如係開心啦，淨係憂鬱啦，淨係其他嘅一種咩嘢情緒咯。咁所以我會比較着重於好似有少少都會講故仔咁樣。咁我覺得對佢哋會比較對樂曲嘅了解好大幫助，同埋佢哋更加有興趣，不單止係對中國音樂，對連中國歷史佢哋都會好有興趣。